生长曲线达标就够了，更要加速学习力 S26。马尔济街为经过是什么？什么名字？什么意思？马尔济街为经过。你以为我今天会开玩笑的吗？有新的宝可梦吗？不要再给我这个丑特效了，谢谢谢谢怀怀，但我真的不需要这个丑特效哦，不需要这个丑特效哦，大家请送美美的特效，不要送这个丑特效，这是什么？好了，这还不错。大家喜欢吗？大家喜欢沿途风景就我经过吗？哎、欸，这是什么酷东西？你直接送饭给我，怕我饿到是不是？谢谢阿正，谢谢阿正，太棒了啦！谢谢阿正，谢谢阿正。大家请省钱好吗？大家省钱，省钱买生血，省钱吃饭，省钱买生血，好不好？大家喜欢沿途风景都已经过是不是？大家喜欢真的是太好了，嗯，大家喜欢就好，大家喜欢就好，恭喜恭喜恭喜，发财，新年快乐，红包拿来，但不要在这里发红包啦，因为其实我也拿不到啦，对，大家在这里发红包，其实我真的拿不到啦，大家。大家可以不需要在这里发红包，没有关系啦，对。哦，那个不用钱吗？抽到的，那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谢谢谢谢 Rain 的喜。大家三队最喜欢哪一首歌呢？虽然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新歌啦。那大家喜欢哪一首歌呢？嗯。怎么了？怎么了？怎么叫我？
Hello Hello， 大家好，大家晚安。只好把哥哥，谁啊？在讲什么？只好把红包买在松烟。想问他每一首，真的假的？不是有喊的每一首吗？真的是先不用讲这种客套话，没有关系啦。对，我知道你们都在想什么，没关系，你们就诚实诚实就好了。诚实上，诚实微上策没有听过吗？是沿途风景，真的假的？沿途风景，勇往直前 ，Way to day。两天看到单毛的双马，好快乐。对啊，我绑双马尾，是不是很？我原本在想要不要绑那个半双马尾，对。但是呢。我就请大家知道那头发那么厉害是谁吗？是雨林，猫棒的，谢谢雨林，雨林真的很厉害，雨林真的很厉害耶。那个头发是雨林猫棒的，谢谢雨林，再次感谢雨林的巧手，感谢雨林的巧手。诚实手吗？喜欢美食什么意思？两天的演唱会已经死掉，你说有柏林的部分吗？大家喜欢就好，蛮惊讶的。但是我都没绑过啊，才弄点绑一下。本来以为那天会很印象深刻之类的。最不喜欢的也是啦，对啊。怎么会有这些要毕业的问题？其实我到现在还没有什么实感哎，就是。不知道，可能是因为没有实感，所以就是很没有实感啊，就是还没有实感。我是到真的来的时候，真的到来的时候，我才会非常非常有情感的人吧，我觉得啦。就是现在目前剩下还在我们身边，所以我好像觉得好像还没有太感觉到。就大家知道吗？就是知道这件事情，但是没有什么实感。记得换一棵树，什么？鸡尾云，沿途风景就有经过，就新歌啊。还有哪几首？新歌就这两首，还有哪几首？没了。不知道哎、欸，不知道。可是你们拿得到，但我拿不到啊，关我什么事啊？关我什么事啊？两天都很帅，跟 Miss 坐在最后一排，无用情报，真的是蛮无用的啦。但是我有看到那个我的应援物，还有林佳颖的推金，很谢谢大家。看到那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感动。但是我有看到 Rain 是不是拿了别人的扇子？好啦，无话可说。我话可说，衣服超好看，你说哪一件？大家觉得好看就好啊，大家觉得好看那太好了，真的。第二天看演唱会还哭了，竟然有哭了的问题，怎么会有哭了的问题？不要哭啊，大家。好像没有资格讲别人哦，没有了，对啊，哭了大概两三天吧，没有了，好了，哭了两三天真的，就是因为我是第一天哭的嘛，然后第二天还要表演嘛，那时候边哭想说完蛋了，明天应该超肿，然后我就边哭就是边敷眼睛，然后边哭边睡，边用冰块敷眼睛，边哭边睡这样。但那天早上，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好一点，就是我直接哭到，因为我这边其实是内双，我直接哭到变外双，就是蛮好的啦，也是蛮好的。然后我还问博英说，我今天才因为我自己就是早上才有就是做什么去水肿的运动，就是做脸部按摩之类的。然后我就问博英说，因为我跟博英同车，然后我就问他说，我看起来有比较不肿吗？他说。没有啊，超肿的，嘘，笑死。
大家看，大家举什么都看得到啊。所以是跟米索，米索要哭了吧？米索要哭了吧？太兴奋，喜欢就好。听说我那没有，不是听说，就是我那天下台之后，我那天下台之后，云爵跟七七他们就说：“你看他那个很好看的、欸，就还蛮开心。”因为王一总在做人是放心帅，对啊，这样不是比较好吗？都有啊，第一天为什么哭？都有啊，当然是一家深感感动，当然还有自己不甘心啊，都有。我直接讲出来会不好，不好意思，我已经讲了。都有都有，不乐有影片，有照片吗？这是当然不会让他拍啊，没问题，我也觉得啦，就是化完妆好像看起来就是其实没有很肿吧，对啊。没事啊，大家举谁都好啊，有举我就好。对，大家举谁都好，有举我就好。大家举谁都好，有举我就好，记得要举我了。沿途风影结晶，那我们来听一下沿途风影结晶，不知道有没有哎、欸，看一下。沿途风景皆为经过，这首歌真的蛮好听的，我是自己真的有回去听。安妮，有 SH 的成员们唱的，但不知道如何。空间超小，只能选择一把，什么意思哦？是吗？你不是一把二用吗？大家连衣服也超美，你说沿途风景吗？真的吗？真的吗？太好了，大家觉得好看的话太好了，大家觉得好看的话太好了，是吧？大家很挤吗？那个位置很挤吗？我只觉得第一排真的是超近的，我真的那时候没有想到会那么近，彩排的时候看到那个椅子，想说哇塞，太近了吧，超近的耶，是真的超近的耶。只能开两个字，哈哈，只能这样子，林婷丽，还好我们是不会碰到尴尬，不会吧？你可以在等待的时候问他说：“哎，你推谁啊？”然后就开始聊天。推谁？我推爸爸，我觉得他也很棒哎。那我推的是妈妈，妈妈之类的，不好吗？对啊，真的很近。大家知道第一排是真的近，然后有点是有点吓到，不是说大家想是近距离感，距离感有点吓到，不是大家想的是距离的部分。太近了啦，就是而且其实我觉得那么近对第一排的观众也是蛮不友善的吧，我觉得就是看表演的时候，看舞台上的时候脖子会很酸吧。这首很棒，还能听到我的歌声，喜欢就好，喜欢就好。
大家很喜欢这，大家很对这首很好评哎，他真的很好评哎，请让我不友善。大家花哎、欸、不是8800吗？大家花8800就可以获得这个不友善的座位了。他们很急在被踩到吧？先不要吧，我们会绊倒哎、欸，先不要吧。未来发现是苦是甜，排名只能让好运依靠，不要和周围的人比较。前方的路还很长很遥远，还能够再来过。Only Today 都没有听到 ，Only Today 我听到 ，Only Today 没有下场啊 ，Only Today 没有下场哦，大家有认真在看表演吗？大家有认真在看表演吗 ？Only Today 我没有下场 ，Only Today 都是在台上跳的哦。但是大家知道吗？久违的穿了 Only Today 的鞋子，真的是大地狱大魔王吧 ？Only Today 的鞋子真的是太酷了，太酷了 ，Only Today 的鞋子，嗯。红衣图的鞋子就是太酷了，而且大家知道吗？就是以前就想到以前拍 MV 的时候，红衣图之前拍 MV， 然后就是穿这双鞋，然后在草地上面跳，真的是觉得那时候自己很厉害耶，超强的啦，太厉害了，大家太厉害了，那时候的大家太厉害，没有跌倒太厉害了，没有跌倒还跳得好看，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太厉害了，真 VIP， 对啊，太 VIP 了，等一下，真的太近了啦，我觉得不管会不会挡到他，嗯，蛮好的，蛮好的，旁边来吧，怕被报警，博特，对啊，博特很僵硬吧，可是穿起来很好看嘛，你说蓝格子吗？好看吗？好看就好啊，好看吗？好看当然好啊，好看是好事啊。对啊，等一下自己回对了是不是好？谢谢谢谢谢谢。而且一开始其实还蛮担心，想说因为一开始不是参上嘛，参上跟那个第一套衣服会不会不搭之类的。而且大家知道吗？参上不是有那个手电筒？你有会绑双马？我有绑双马尾啊，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大家到底有没有认真在看表演？大家可以不要浪费自己的钱吗？大家花了钱就认真看表演好吗？大家有认真在看表演吗？而且大家知道餐上不是有手电筒吗？就是那个手电筒。
子要很酸耶、欸、大家脖子很酸，然后眼睛还要被撞到失明。大家还好吗？大家还好吗？大家是你是最后面，好啦，那前面的大家，前面大家，大家真的，好啦，大家8800的大家开心走。对啊，这也是那个手电筒是真的，有人要被闪。你们有太惨了，怎么惨啊？888很赞吗？很赞吗？好，很赞，有人觉得很赞，好，觉得值，觉得值的话真的是太好了，觉得值的话是最好的，不然花了8888，然后觉得不值也太惨了吧？8888，大家8888，我不知道哎、欸。我之前没有跳船上，对，我之前没有跳船上，所以我不知道。谢谢荆州的钟情玫瑰，谢谢。沿途的我很好看，谢谢。我也觉得被照到失明是真的很好笑的一件事，大家知道吗？大家有想买8888吗？大家不需要吧。好啦，大家觉得8888值得的话，好啊，好。大家觉得值得就好。我手指很好看。哦，对啦，8888值带带来的8888，这我觉得最值的事情就是可以合照啊，合照真的蛮值得，但是就是被照到吓到的份真的是无法避免哎、欸。我是觉得蛮荒唐的，我是觉得蛮荒唐的啦。大家不要这么盘好不好？大家太盘了吧？等一下，大家可以不要这么盘吗？大家这么盘的时间可以在握手会跟生写真上就可以了。对，握生写真上就可以了。其实，大家这么盘的时间，其实在握手会、生写真上就可以了。大家不需要在这里，这也不需要。不需要在这上面盘啦，但大家要这种盘我也是无话可说啦，大家就继续盘。是因为我们值得吗？好，谢谢你们呢，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真的是不要被照眼睛会坏掉吧，我真的觉得眼睛会坏掉耶、欸，我是真的觉得眼睛坏掉了，大家就是真的被照，就是被手电筒直接照到眼睛，真的是，真的是眼睛坏掉了。大家可能要去看个眼科之类的，我不知道，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对眼睛很不好，因为我们那个手电筒是真的超亮的，大家知道吗？那个手电筒是真的超亮的，超亮。大家知道那个手电筒很亮吗？有被照到的人应该知道，那手电筒是真的很亮。然后就是想要大家被照眼就觉得大家的眼睛真的是加油，辛苦了，辛苦了。好了，大家想买的话，大家加油。でもやっぱりこう年を重ねるにつれて、哎呦，888很难买吗？好，辛苦了。你看不懂在排什么？你们有看懂吗？你们真的没有看懂吗？排48，一个四一个八，虽然我在台下了，但是排四跟八。是排四跟八哦，大家，大家真的是加油。好了，不怪大家，但是排四跟八、哦，蓝光双眼，没有盘超值。好，你觉得超值，那真的太好了。
且放且珍惜，对啊，且放且珍惜啊，这句话是对的，且放且珍惜。不会又把这个声音扫盲吗？那太好了，这才是正确的，直接鼓励大家很盘，对不对？第二天也是48，两天都是48，我记得。然后送墨镜，大家可以建议一下我们公司，但是我不知道，好不好？我不知道。能买都会买吗？好的。超难买，前一天才买的。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五月票买不到，为什么五月票会买不到？哦，对耶，会买不到吗？不知道，搞不好会限量售票啊。哇 ，TP 引来第一位毕业成员。TP 引来了第一位毕业的成员。三休息啊，就是可以有更好的发展啦，可能要发绿蓝光眼镜，大家可以建议一下啦，我是不知道。不会盘吗？不会盘就好，大家觉得不盘不盘不盘，之后我们要出墨镜，到底谁会买？谁会买？我就问谁会买？我就问谁会买？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不准我们东西，我们东西算贵吗？我不是。看一下，但其实周边都是真的蛮贵的、啊，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别说爱情 OK， 对啊。合作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是，就是。那个台阶，那个台阶，就是那个台阶哦。等我一下，大家。OK， 对，就是那个台阶。台阶就是，谢谢 Rain 的熊抱，谢谢 Rain。耳朵有在拐道吗？就是因为大家一直讲，就是小心大家，小心那台阶，小心大家。但我在想。可是真的会没有靠那个台阶吗？可是眼睛有那么不好吗？但那也是贴心啦，我不知道。哦，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合照完都不会就是再转身跟我们说拜拜，其实我们会再跟大家挥手说拜拜，这大家知道吗？但是好像大家都不会转身，就是大家都直接走，然后看照片就走。大家会失去一次，大家会失去一次那个获得我们说拜拜的机会。已经说了会了，现在都不会再乱花钱了，很棒很棒 ，Ring 很棒，Ring 很棒很棒。很多粉丝被拐到吗？周边还有不算贵，一直买一样的东西才会变贵，什么意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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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怀什么意思？怀怀什么意思？
你买一样的东西才会变贵，什么意思？等一下，我真的听不懂大家在讲什么。被美女，对啊，对对啊，对啊。想到之前我真是见面会留下来拍照。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有我吗？因为手电筒闪完了，也是有可能，也是有可能被拐到才可以获得全关心。大家太心机了吧？太心机了吧？大家，大家是怎么样？大家是想要上来再多赢吗？等一下，大家太心机了吧？不是这样的吧？可是如果你真的拐到跌倒，就是。自己也会觉得很丢脸吧，虽然我们不会觉得，我们就会觉得你就是很紧张，大家太紧张了。哦，对耶，对耶，这特效好帅，谢谢坏坏。花生神魔术，谢谢花生神魔术的能量影。对啊，这特效有少年漫画哦。你不是坏坏，我说什么？刚，等一下，我刚说了什么？我没有说你是坏，我可能看着你的名字说坏，但我到底是写哪一下？我刚刚在讲什么？没有，我对你们的话我都很不懂。你的话跟坏坏的特效，懂吗？你的话跟坏坏的特效，我都不是很懂。看到撞墙，我是先不要撞墙的。撞到根本是一定要有经验吧？等一下，大家不对吧？不对吧？合照会忙着逃跑，什么有蟑螂追你吗？什么意思？大家这有什么意思？不是很懂大家在想什么。谢谢怀怀的，我想要赢是吗？我不知道那个特效叫什么。好想赢啊！我好想赢啊！我好想赢，谢谢，谢谢怀怀。谢谢阿正的麦克风儿，谢谢。边际递减效应什么东西啦？大家到底在讲什么啦？哦，买一个买十个就变贵了，什么？我真的不懂大家到底在讲什么。大家这还好吗？大家还好吗？大家这还好吗？大家还好吗？想你，我刚才想说你干嘛要突然打想你？哦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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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太有趣了！好了，大家保持这么有趣，真的是蛮好的了。相当蛮多的。冲动买很多个，冲动买哦，大家可以做痛包哎，突然想到，大家可以用我们的做痛包哎，如果买很多个的话，但是我觉得要做痛包，不要用这次，我觉得我这次没有很好看，大家可以用之前，我觉得我这次没有很好看哎，但大家可以做痛包哎，好想看哦，好想看哦，想看我的痛包。我自己也想做一个痛包，但是我真的没有很多徽章哎，好可惜哦。因为下礼拜是才有新，真的吗？边际递减效应到底是怎样？我真的是偏好笑。握手会延期，反正这只是延期而已啊，又不是没有，又不是取消，还好吧？只是延期，还好吧？不是取消，我觉得都还好吧。放假开始跳，大家开始放假了吧？我不太清楚。痛包会掉，会掉，真的。
Hello Luki， Hello 安琪啊。原本跟家人朋友出去，回家看到新闻就知道他们原本跟家人说跟朋友说，被抓包了吧？被抓包了吧？被抓包了吧？上次绿草地徽章掉过一次。哦哦，等一下，我现在在想绿草地徽章长怎样。痛包我要可以顺便出个 Q 吧。我觉得我们公司应该是不太可能哦，我们公司应该是不太可能，对，我们应该就是大概就是出扇子，然后徽章这样，徽金之类的，衣服不穿马尾会很热，五月会很热吗？因为我其实这次交的衣服也都是算是，就是夏天穿的，所以我觉得应该还好吧，我是这样想的啊，大概还好吧。我原本准备的衣服就不是冬天，就不是冬装，所以应该还好吧。对，应该是不会哦，应该是不会哦。然后我上次跟大家说没有办法借公司的深鞋衣服吗？之后又开放了，但是我没有借。对，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穿什么。那这样真的蛮亏的耶。大家加油，快放假了，快放春假了，快发红包了哟，快发红包了哟。谢谢夏尔的行李箱。衣服不重买，我又很热。痛包感觉不过也很重吗？痛包很重吗？我不知道哎、欸。啊，好想看一次我自己的痛包、哦，还是大家可以合作一个瑞婷痛包，然后拍完照，然后再各自把自己的东西拿走，这样。谢谢芒先合作一个瑞婷痛包，可以吧？听起来是好主意吧？别在背包上，有一次骑车。等一下，你这很衰。掉下来应该是会不见，不是吗？它插到你的皮肤里面哎、欸，算是蛮 lucky 的吧，至少它没有不见。哎呀，好笑！二月，你说情人节吗？还是有人生日？我不知道啦，我不知道。哎、欸，大家真的很喜欢沿途风景街尾经过，我看大家的名字都改成沿途风景街尾经过，大家怎么那么喜欢呢、啊？大家也太喜欢了吧？是没错，这首歌是真的蛮好听的。我是先知，对啊，我是先知。明天开始放，恭喜恭喜，要发红包出去了，恭喜恭喜，虽然我拿不到，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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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发两包红包，这么快这么快这么快，我会发红包，我不会发红包啊，我怎么可能，我赚的不多哎、欸。其实说实在，我根本没有在赚钱吧，我根本没有赚到可以给，可以，如果可以的话，我当然也想啊，我是很向往可以把自己赚的钱，然后发红包给爸爸妈妈的，但是对，没有赚到那个程度，就是，对，先不要说这种伤感的事情。No.
要说这么伤感的事情。等等一下，我去下单，太开心了，期待期待看我的痛包，期待期待看到谢谢猫猫瑞婷做的痛包，耶、yeah ！如果装满就会超重，之前看过别人用二千，对啊，我看过很多人，像之前我有看过有些成员有带痛包，就是没有很大型的痛包，就是那种小小的，然后就是有一个二次元的角色这样。我那时候一开始我还没有在看动漫的时候，还想说那是什么，好酷哦，这样就是第一个想法，那才是哇、哦，好资深哦，好宅。但是之后看动漫就觉得，嗯，好棒哦，我也想要做一个，对吧？也是想要做一个的吧？也是想要做一个，好想要做一个痛包、哦，但是。我看到有一个很厉害的痛包，也不是很厉害，但是我觉得我很喜欢的痛包类型，包包的类型是那种，就是它是一个皮包，就是小皮包那种小小的，然后从外面看起来就是一样的包包，但是它里面有一层，就是因为包包不是这样背吗？所以会。靠在自己的身体上，对，然后靠近身体的那一侧是可以做成痛包，大家有懂吗？就是隐藏型的痛包，就觉得很棒。我喜欢那种就是不招摇类型的，对吧？那种很棒哎、欸。不知道，我可能之后有成功完成的话，再跟大家分享。不是好盘吗？什么意思？哎、欸，这真的很好笑哎、欸！怎么会这么衰啊？可是我掉徽章的话，基本上都是直接不见、欸，就是它掉了就真的不见了。撞名字哦，也不一定是撞名字吧，就是大家都很喜欢、啊、很多人把这个当成那个名字，大家怎么那么喜欢？这首也没对啊，但是以前出新歌，大家也没有这种怎么讲这么热烈反应吗？我不知道哎、欸，在我看来好像蛮热烈的。有人生日，什么意思？大家可以直接讲吗？第二天看到我表演，如果你超开心的呀，大家开心就好。现在除了痛车，还有痛车是什么？痛车是什么？哎、欸，我不知道痛车是什么、欸。痛车是什么？你的皮枪啊，加油！这是理所当然会被觉得很宅的吧？但是我觉得，就是用的人也是怎么讲？哦，我觉得就是那种低调的设计，我会很喜欢。像是之前我看过有一个巨人的联名，是跟一个。算是时尚品牌合作吧，然后他们就是它是一个花纹，然后里面有很多小细节，就是其实远看不出来那是巨人的合作，但你近看就会发现有很像是李维的茶杯，或是地下室钥匙之类的这种，我走就很心动，他用那个花纹做了衣服、皮夹、包包之类的，但我还是没有买，因为太贵了。但是那个真的蛮好看，就是这种低调的展现自己是个阿宅的那种，我觉得很赞哎、欸，大家懂吗？大家懂吗？曲风很棒，嗯，对啊，
就是低调路线就是很不错啊，不觉得吗？不觉得低调路线有透明的一层吗？什么意思？你是说那个包？我刚刚跟大家形容那个包包，对，它就是透明的一层，然后你可以你自己这样子翻着看的时候，就会看到自己做的桶包，然后别人看就看不到，懂吗？不觉得很棒吗？这种包包很厉害，怎么可以设计出来这么懂女性的包包？在车上贴满哦哦，那叫痛车，这么酷！哎，这个好可爱哦，谢谢 Rain 的新年快乐，好可爱，它就是一个小小的烟火。哦，那就叫痛车，我以为它没有名字，就是很厉害的车，很厉害的车。可是很多人哦，那我没有，那我真的没有看过，因为我没有去。汽车后照镜的周边，这么酷，这么酷。对啊，低调宅就是很不错，不觉得吗？但是大家知道吗？就是因为我像最近出了一个他们自己设计的东西，但是他们自己设计的东西真的是超贵的，就是抢不到那种我的偶像啊，然后抢不到嘛，然后又很贵，所以我本来就没，我就已经没有参战了，因为反正也抢不到，然后又超贵，就是先离开这个战场这样。然后因为那个他们原本设计的理念是说，就是让大家可以带出去，就是怎么样，就是很低调的啦，很低调的，很低调带出去。然后就看到有人画了一个图，就是全身上下，因为我像设计很多东西，全身上下都是就是那个我像设计的周边这样。然后因为那些周边其实看单看的话是真的看不出来，是就是看不出来是就是周边，就看起来就是一般商品这样。然后就我刚刚有一个人画了一个图，然后就是一个人穿，然后全身上下都是周边，然后就很明显就是那个饭，你懂吗？有懂吗？跟我原本的意思就是背道相驰，我就觉得很好笑，不觉得很有趣吗？很有趣。很，这是真的看不出来那种，因为他们就是以自己，他们设计的理念就是设计自己喜欢的东西，自己像是有一个成员设计一个包包，蓝色的小包包，那真的看不出来是周边，但那个真的很好看。但如果全部穿在身上，就是有这个又有这个又有这个，然后一看就知道是那个饭吧，很闹，不觉得吗？嗯，算是这个意思吗？有一点吧，微微相似，微微相似，不觉得很有趣吗？对对对，一眼就看得出来，就是原本是没有让那么高调的啦。对，不觉得很有趣吗？还有什么三周年？三周年其实就是那样，不知道哎。沿途风景，制服啊，制服，对，制服。有发现吗？制服前面，谢谢小舅的熊抱，谢谢。制服前面是 solo， 大家知道吗？不是 solo 啦，就是我们这次两组的制服都是自己编的。好想看到那只尾巴，应该是因为穿戴不方便哦，因为是尾巴穿戴不方便，我猜测。大家有发现吗？制服前面有一段是不一样，就是我们前面其实原本动作都是固定。谢谢傅伟的带你去流浪，谢谢傅伟，就是都是一样的。大家有发现吗？大概不会没有发现吧？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天哪，大家真的没有发现哎、欸，好扯，好扯！大家怎么会没有发现？大家可以回去再看。好扯哦！哎、欸，我们真的是，大家真的没发现吗？我们编的也没有到我们啦，就是其实我们想的蛮辛苦，像是 solo， 然后前面一开始其实大家一开始就是大家动作都是一样的，但是之后，谢谢 Kira 的是什么甜蜜爱心，谢谢。就是一开始是就是都是那种噔噔噔噔噔之类的嘛，现在变成大家都是自己编的，大家的出场是自己编的，然后后面有个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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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原本也是有一个固定的动作，然后现在改成我们这组是马友编的，他们另外一组好像是艺人编的，对，我觉得很厉害耶，那个很厉害，大家怎么可以没看到？那个很厉害耶，那个很厉害，大家我是觉得大家很没看到很可没发现很可惜啦。如果有办法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因为那个真的算是，我觉得算是看点之一哦。而且那时候就是舞蹈老师就想说，反正都三周年，就是让，因为大家其实也看过这首看很多遍了，不是吗？就是让大家特别一点，让大家感觉特别一点。结果大家竟然没发现，真的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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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没事，我本来就不写，大家会发现，也是我们自己觉得新奇啦。我们自己也觉得新奇，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我能说不重要吗？说不重要，大家是不是会伤心？但就是，毕竟大家也没发现啊。这算是直男的部分吗？这算是眼睛有问题的部分吗？我不知道哎、欸，这算是直男的部分吗？不用抱歉啦，你们要对自己的钱说抱歉，你们要跟自己的钱说抱歉，不用跟我们说抱歉，你们要跟自己的钱说抱歉，好吧，你们要跟自己的钱说抱歉。居然能看到不同的制服做人形象，感觉升级了，对吧？有一种 level up 的感觉。好啦，大家跟自己的钱说抱歉了，不用跟我说抱歉了。我觉得很有趣啊，就是可以跳不同的舞，我觉得蛮有趣。毕竟我很喜欢跳舞嘛，我跳舞也算是还不错吧。对啊，大家跟自己的钱说抱歉啦。大家真的没有发现吗？太扯了，大家太扯了，大家真的太扯了。哦，华华你真的很棒哎、欸。怎样？我先讲解。天好笑，要一直按暂停，就是播到哪一个亮点就按暂停这样。这里是说的。谢谢小舅，就是你哦，谢谢。要来个对照子哦，对啦，去按暂停。然后这边不一样哦，大家有发现吗？这边动作有改哦，这边太麻烦了吧？这边是粉丝要自己去找的事情吧？搞什么啊？哎、欸，我是认真的，搞什么啊？这是粉丝要自己去发现的事情，我觉得没有发现就是自己的损失吧。对啊，没有发现也是自己的损失，其实没有发现不是我们的损失，是你们的损失哦。大家知道吗？没有发现是你们的损失哦。损失还好，损失我还好。可是我没有很喜欢吃，损失很重，损失很多，对啊，大家是你们自己的损失哦，不是我的损失。欢庆五年，灵活向前，易捷官网各大通路优惠中。大家是你们自己的损失。好了。还有什么？还有哪边？趁这个机会跟大家说一下，三周年有哪边是值得看点的地方？快点，我想一想。首先就是每个成员的造型，但这个大家应该很有感吧？
就是每个成员的造型、发型之类的。还有什么？我没有损失，那我有竹子吗？我没有竹子，我只有草莓。算一算，就是成员造型，但成员造型大家应该都有注意到吧？有吧？对啊，对啊，大家知道有些成员会在中间换造型吗？超厉害的，超厉害的。制服短袖跟接近无袖怎么分的？什么意思？还有什么？一开始的性质。哦，短袖跟接近无袖。什么意思？林杰对吧？林杰第二天真的超可爱的，疯掉！林杰第二天真的超可爱，他绑那个真的很适合，林杰绑那个很适合。换发型超感的，我是不换发型派，因为我不喜欢很急的做任何事情。熊熊真的很闹哎、欸！有人袖子特别短，怎么分的？对，颜色分的、啊，怎么会问这个问题？我以为这很浅显易懂，真的是很抱歉的，我很抱歉。对，颜色分的、啊，很明显吧？因为每个颜色的造型，就是每个像是紫色就是公主袖，蓝色就是短袖，绿色就是无袖，很明显吧，很明显吧，大家很明显吧，我的天儿，我的天儿，我的天鹅，我的鸭，我的鸭，是颜色分的哦。对，紫色就是公主袖，决定要穿什么类型，决定要穿什么类型，用抢的，但我是认真的，用抢的。就是自己会先公告说有这三个颜色跟这三个袖子，就是紫色就是配这个袖子，蓝色就是这个袖子，然后黄绿色就是这样。我没有抢的，我抢到这些了以后，真的我们真的是用抢的，就是我们会定一个时间，然后时间一到就要去留言说我要这个这样子，真的啦，我是认真的。认真的、哦、大家是不知道运动会的衣服也是哦。等一下，我讲这个会不会被抓到会议室啊？应该不会吧？我会不会不会吧？应该不会被抓到会议室吧？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是一个有趣的事情哦。留言加一下，没有没有，就是留言罗瑞婷什么什么什么颜色这样，罗瑞婷什么款式什么颜色？我自己有讲过吗？对啊。真的是用抢的、啊，不是啊，那个会出事吧？那个会出事吧？对对，号码也是用抢的，对对对，那个会出事吧？就是大家在门口然后冲进去抢衣服，那个会出事吧？那个绝对会出事吧？大家是想什么？想靠我们进医院啊？先不要好不好？真的是会出事哎、欸。王素，我不知道哎、欸，这其实也没有抢输的问题吧，因为就是不是两个人抢一个，所以是就是自己有自己的目标这样子。哦，但是一家抢衣服的时候有出一些小意外，然后他好像就是。他就最后一个留言，然后他还打谢谢大家，我觉得很好笑，因为他已经没有办法改了，但是说他好像还是有拿到他想要的，所以不知道。上头上，对，好可怕哦！我绝对不抢哦，我就在外面看，算了，抢完再住呢。应该是哦，应该是。
但是其实也运动会的衣服是大家的，大家都其实我们的尺寸没有差很多、啊，就大家都算是瘦的人，所以运动会基本上就是都一样。会议室，会议室，大家很幽默哎，会议室。好像七七的号码有被抢过，好像是佳丽跟雨晴，因为雨晴就是七七嘛，然后佳丽抢七七是因为娜娜前辈，但然后雨晴抢到，所以娜娜就那个佳丽就换了。因为我选那件很好看，不然衣服不好看。谢谢。运动裤我就选红色。但我觉得天空色很好看诶、欸，类吉那一件，杰星那一件很好，雅恩那一件，对，但那一件的袖子我比较接受不了，所以我选了红色。但天空色真的很好看，但是天空色就是热门色，大家知道吗？我会比较偏向不要去抢热门色，但其实蓝色，其实这是三周年的衣服，紫色、绿色跟蓝色。其实蓝色也算是热门色，对。袖子不一样，袖子不一样啊！大家真的是眼睛还好吗？袖子不一样啊，那也是对吧？有三种袖子哦，一种是短袖，一种是接近无袖，一种是很像珍珠美人。哎，你买了？哎，我看，他们刚才跟我说。你现在买了，给大家看，耶、yeah, ！我也有了，我也可以玩了，我也可以玩了。杰星感觉不会抢，错了，大家都是会抢的。怎么可能会有人不抢啊？开玩笑吧。大家都是会抢的、啊，杰星也是抢到了，好吗？你要选谁？什么意思？有谁可以选啊？一开始是水水踏火球鼠跟木木哦，又是他们三只哦。我水水踏火球鼠跟木木萧哦，三代不一样的、哦，酷。然后最终进化都不一样、就是。哦，我好像有看到，但我觉得好丑。感觉姐姐就会选水水踏、啊。它是可以三个账号，可以吧？所以你账号可以分多吗？那我们可以一人选一只啊。那我选火啊，你要什么？你自己玩自己的就好了。他跟不要，我想要三个人选不一样，这样比较有感觉。那我会跟你姐撞角色。真的假的？你要选所以他啊？我也想选火球鼠。姐不选所以他吗？我想选火球鼠啊。那你选火球鼠啊？姐选水水他啊。因为他的最终进化火球鼠是火鬼。火鬼是什么？火跟幽灵。哦、oh, ，你是看属性选的。水水它是水二。嗯，阿木木小嘞。草格。草格哦，草格。而且它很丑。等一下，不是我讲的，最近我被光子不是我讲的，任天堂不是我讲的。木木小不能进化，木木小没有进化。他不是童装吗？不是啦。哥哥效率没错，哥哥效率。有人说没差，总是大家公认的。而且在这三只都很丑。大家不要那么诚实好不好？大家是吃什么？诚人要敬畏意识了吗？没有啦，可能我先进而已啦。没有，那我是不是很喜欢任天堂？任天堂大好，真的很丑啊！大家吃什么诚实果实哦？火球鼠的最终进化好像
真的假的？好可怕、啊！有人说热电脑法务部热身中，不要这样。他们法务部出手就是要赢的。不要这样啦！这看法务部没有机。姐姐要选火球鼠哦，姐姐会选谁？对啊，那你选火球鼠啊。啊，我要选木枭哦。我晚才发现。可是其他的御三家在路上抓得到，那你会遇到野生在海里游的国家鳗，然后可以抓。哦，真的。那个预告片就有草苗龟在路上爬。啊，好可爱哦！哈，哈，不是，你还不是一脸嫌弃？不是啊，我阿罗拉我就已经选木木萧了，所以我阿罗拉没玩完。不是吧？阿罗拉那个是我玩到一半。是吗？没有，你让我开始玩。没有，因为那个啊，因为神兽的关系嘛，夏朵的关系，所以没有。哦，对对对对对。木萧不可爱吗？木萧进化之后一言难尽啊，大家一言难尽啊。但木萧初期是真的很可爱啦，不知道哎、欸。三阶真的，二阶真的不行，三阶还可以。哈，你可以打开来啊。我打开吗？好，啊、我看。里面好像有序号吗？很不好啊，进化不。你要剪刀吗？我可以，我可以，我确定剪，可以。好可爱哦，封面。这神兽很丑。你好烦。不是啊，蒂亚卢卡被消波快噎到哎、欸。什么啦？长大了就不可爱吗？大家可以去看，长大了就是一言难尽了，大家。真的不可爱了。我哥说的，我哥说的，这是我哥说的。是人家们说财宝的情怀，他们好像可以拿到阿尔宙斯。哎、欸，真的是消波快！哎、欸，真的是消波快，没有太夸张的。而且，哎，另外一只叫什么？紫色那只叫帕洛奇亚，帕洛奇亚直接变马、欸，就是那种中世纪。腿超恶心。对啊，好酷哦！可是你仔细看，他们身上有一些都是阿尔宙斯的特征，像肚子上那个黄阿尔宙斯是两个都有，啊、他们一人拿一边。谁阿尔宙斯是谁？等一下。这是什么？谁？这个版本就叫阿尔宙斯啊。我知道阿是谁，哪一只？七二零啊，我不知道。我忘记了。然后看到他长这样的时候，哎、欸，这个真的很像中世纪。帕，他叫什么？帕洛奇亚，帕洛奇亚像中世纪马、欸。你们就被噎到、就是？没有啦。哪没有？帕洛奇亚、欸，哎，发现手断掉了、啊。哎、欸，他有哦，对，他原本长这样是吗？哎、欸，他原本长这样，他原本那个肩膀哦，对对，他原本长这样，手啊、对对，他原本长这样。他手断掉长脚。他原本长，你很烦。他原本长这样，大家知道吗？帕洛奇亚。哎、欸，聊天室的年龄应该知道，他们不知道，他们应该知道吧？对啊，阿尔宙斯长这样啊，我没想到我还有这个。哦哦哦！我刚好看，哎、欸，我很喜欢，还蛮喜欢他的。对耶，对耶，哎、欸，对耶，酷。哦，所以这一代的神兽是他、哦。对啊。嗯，他长一样长这样吗？对啊。啊！怎么叫他们两只在变？怎么那么可怜？不知道，怎么可怜？而且他们颜色也变得……嗯、你有看故事就知道啊。阿尔宙斯是管理王者，还是创世神、啊？所以他是全部里面最大的。他算是创世神。那跟那个裂空座比起来，裂空座只是一只在天空飞来飞去帮忙当陨石的小轮子，一只小。所以他是最大的。他算是创世神、啊，他的能力是创，就是他在这游戏。那个红蓝。红蓝外星人，
恐龙外星人就是会变形状，会变圆圆的，然后你知道吗？红蓝外星就长得很像外星人那只圆圆的，大家知道吗？红色、蓝色。大欧奇奇。对对对，它是宇宙神奇宝贝。对吧？就是会变形状。对啊。它是宇宙神奇宝贝，它是宇宙 DNA 系列的。所以嘞，它也不厉害。它也不是啊，设定不一样嘛。哦。就跟蒂柏林跟鬼屋的小鬼。鬼屋会吓你的鬼，凶宅的鬼跟那种教堂的神灵，他们分级本来不一样啊。哦，这么差那么多吗？他是创世神，真的假的？所以他算是最厉害的创作者。那个裂空不是裂空，我一直会一直裂空过去。所以有人说这个游戏叫抓个创世神啊。哦，真的会抓到他吗？可以啊，真的。抓的是那种就是类似代理形象那种感觉，哦、就是那一只是代理，就是抓个创世神。那个就是海的那一只跟红色的那一只，他们就是那个、啊，就是造陆跟造海，所以他们也没有很厉害哦。他们是超古代神奇宝贝，又不是。嗯，那么麻烦。应该会帮你解惑，你可以看他们有没有帮你解惑。我不知道哎、欸。一定有啦。他说设定从来没仔细看过，我也是。把你重看。哎、欸，他真的推销不坏，好闹、喔，太厉害了！哎、欸，他真的长得很像那种中世纪的马、欸，哎，很丑哎、欸，就很像中世纪的马，就旁边还有那个盔甲，你知道吗？圆圆的那个战士拿的盔甲。哦，然后那个云的系列也多了一只，不会飞的那只神兽。盖欧卡啊，对，不会说不会飞的一只神兽，什么意思？就只有库拉多不会飞啊。库拉哦哦是哦，盖欧卡会飞吗？他在路上会飘起，真的？他上路的时候会飘，好酷啊、哦！然后就只有他不会，好酷啊、哦！哎、欸，那盖欧卡会飞哦？盖欧卡算是会浮在陆地上，那他也不会飞啊？他算是会飞、啊。美术，请加油。普遍知识塞他的等等，对啊，大家都在木木小子上塞那个。哦，对啊，谢谢托纳的一封信。这个就是这次丑的乱七八，这是这次新神奇宝贝的。只能说他酷。现在讲神奇宝贝，又觉得自己好老。对啊，这是新的。看，这是全部新的、哦。这一只是那个土地云系列的那个第四只。很贵啊，完全不认识、啊。这完全不像神奇宝贝。那个？还好吧，还蛮像的、啊。嗯，那你可能……我已经是现代人了。有啦。哎、欸，这只好可爱哦。对啊。这只好可爱。还有一个，这个这只可以看。可以吧？这只好可爱哦，这只变好可爱。哎、欸，它这颜色好可爱哦、喔，比原本讨喜多了。还好吧，我觉得本来就很有市场。这个真的是不要这样子哎、欸，这个不对吧？哭哦、喔，凶哎、欸！哦，索罗亚，对，索罗亚，然后进化叫什么？索罗亚克。可爱，全部都会飞，只要不会飞。我觉得它是地火属性。有人说库拉多电影版还超级丑，等一下大家嘴巴怎么那么坏啊？那只是人造的、啊，那只不是真人。哦，是哦。基拉奇那只是人造的。基拉奇是人造的吗？基拉奇那部库拉多是人造的。哦，OK。看一下，不是他不能长壳吧？他长壳，他一瞬间就不萌了。他原本蛮萌的。谁啊？这个啊，他原本没有壳。哎、欸，他原本超可爱的哎、欸，真的啦。你问聊天室，我对插歪不是很熟啊，是那种慢的。大家知道这只吗？这只，哎、欸，等一下，突然有一个很厉害的。很厉害礼物，谢谢熊熊的摩天轮水军，有一个水军才是最废神兽，这我不了解是吗？
哦，因为他被小豪一颗球，他被小豪抓起来。原来是这样子。你没看过吗？我没有看最新的啦。去年的事情啊，就是坏人要抓水军，然后他是神兽，然后坏人用网子把他抓起来，他在网子里面跟狗一样跑，不要抓我。好扯啊！好扯。他从官方亲儿子直接变。好可怜，神兽好可怜。然后后面小豪就把他抓起来。年美容，对对对对对，年美容，大家有看到年美容的退化是？有人说，哎，你很神奇，丢脸。他们说的，哎，这一场都不是我说的，都是我的粉丝说的。没有了，水军神兽支持。等一下，他嘴巴真的很坏耶。可是是事实啊，他最后竟然给小豪一颗球抓到了。可爱就不算配，水军算是蛮可爱的啦，对吧？他嘴巴太坏了，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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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任天堂法务的定级要等一下，真的不是我的问题。等一下，等一下，大家真的任天堂，我最爱你了。不变知识，不变知识可以，它是不会进化、哦。你知道 Google 你打水军，第一个就跑水军被抓吗？不变知识是不会进化吗？真的假的？真的这样演的、啊？好可怜！怎么会这样？哎、欸，他那个也太惨了吧！他曾经是亲儿子，哎，官方最捧他的。啊！我吓到哎、欸，我吓到了！怎么这么可怜呢、啊？他直接变普通神奇宝贝。怎么会讲？哎、欸，他原本超美，他原本一开始出场，然后他还会那个，你知道吗？他头发会动，然后还 bling bling 的，就这样。对、啊，以前是亲儿子啊。真的是怎么这样？怎么会这样？你看吧，神兽之。等一下，啊，现在有分公司了吗？哎，那台湾说，等一下，任天堂最棒了，任天堂最喜欢玩的游戏。游戏最可爱了，超好玩。有人还说王子今天要尿尿，我还以为在抓绿毛虫。抓绿毛虫超好笑的，疯掉哦。还有其他角度的、啊。哎、欸，这是别只。一样水准。这不是啦。不是、哦，我们要把它换成阿尔宙斯。对啊。反正是宝可梦支持，连宝贝球都不用。你说他嘴巴真的是很坏、欸？他以前长这样哎、欸。对啊。嗯，我记得他之前有一个很漂亮的、很漂亮的那个。以前官梦多捧水军啊、嗯，什么都先给水军好不好？普遍知识可进化，被一球抓了，时代的改变。那小豪也很讨人厌。他老大是色为大嘴雀，什么东西？凤凰啊。哦。好烦哦。烦死了，色为大嘴雀。不是我刚刚给大家看的是年美鹿龙的退化，那一只叫什么？年美鹿是吗？ Okay. 反正是吗？它真的叫年美鹿哦。年美鹿龙啊？不是，它的退化叫什么？年美龙吧，还是什么？我不确定，那一代的怪兽我不熟。年美，等一下，熊美哦。哎，这个是熊美，嗨熊美，哎呦，给到熊美了，嗨熊美。
我不会给大家看这个，我不会给大家看这个。嗨，小妹，你很闲哎、欸。小妹，你很闲哦。小妹放假了很闲吗？可是这代图鉴就很少，这代图鉴就不多。哦，姐之前不是年美儿，对对对，年美儿。然后我最喜欢的是什么？你很对啊，你很闲的、欸，你还看我直播，你很闲吧，熊妹？熊妹你很闲吧？你是在看我的，好感动哦！熊妹现在也是我的粉丝了吗？虽然说，哎、欸，你还会发表情吗？熊妹你也太可爱了吧！熊妹你很专业，熊妹你很专业，熊妹，熊妹你也太可爱了吧！那熊妹现在虽然神推一家，也是推我是吗？好啦，我知道你推我，我都强迫熊妹推我，你还没有转推，没关系，你可以加推，不用转推啊，我不在乎，我不在乎你的神推是谁，有推我吧，熊妹有推我吧，熊妹也不能说没有推我吧，熊妹，哎、欸，熊妹最近有在玩游戏吗？熊妹，我最近想要玩游戏，你要不要一起玩？林佳，你要一起推吧，但林佳感觉不行啊，熊妹压力好大。没有，熊妹推我就好，熊妹推我跟一家。毕竟我们同组，他也不知道说什么。没有啦，开玩笑的。熊妹好像是没有，这个再想想咯，熊妹不对吧，熊妹。最近没有，不是就我们之前玩的那个、啊，我最近又想玩那个了。好累，熊妹你真的是你很专业，熊妹也太专业了，我要笑死了。对对对，熊妹也太专业了吧？对，我最近想玩，要不要玩？熊妹啊，熊妹听不懂吧？对啊，林一佳你久违同台，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三个才可以一起唱一首 Unique， 这是愿望。玩啊，好啊，玩。球妹下次该不该跟人打工？等一下，不对吧，大家？不对吧？我想要唱什么风格的？对耶，我想要唱什么风格的？我想一下，我本来想说想要就是温馨的，好朋友的感觉，像是新端的沙发那种，但是又觉得那种好无聊、哦，感觉要活泼一点的，动感一点的。制服蛮好的、啊，新型病毒吗？兔子吗？出兔是吗？出制服蛮好的吧，就不会很无聊。但制服跳很多次了，如果有那种帅的，然后还没跳过的话，那应该很不错。但当然，我们的风格还是比较温馨的感觉，重金属类型。首先也要那种都可以给我们跳吧。大家打中文，其实打日文名我也不太清楚。Baby Metal 什么东西？是真的有这首歌吗？不要。哦，这啊哦，一个重金属的团吗？他是后面重金属前面上来的。哦，哎、欸，好酷哦！郑宇威，郑宇威，你真的很闲哎！郑宇威，你很闲哎！郑宇威怎么闲？郑宇威 ，Doki Doki Morning， 大家不要给我一些怪怪的歌，我生气哦。没有，大家给我看正常。可是我们
哦，他们的歌好酷哦。什么？你什么？只是在找事做，那就是很闲啊。这以为你们我好笑啦。你没有很闲哦，只是在找事做。大家以后可以这样讲，大家很闲的时候可以说我没有很闲，我只是在找事做而已。很有名的团体，我真的假的？大家帮我科普新知识。不要欺负熊妹，可是找事做就不是闲。熊妹，欸，你要不要关厕所灯呢？很烦躁哎。熊妹表情包神应用哎，熊妹，你很厉害耶，你怎么那么熟练？有在找的动作 ，OK， 长，你很熟练呢，你很，好好笑啊，专业的，好啦，熊妹推我啦，熊妹喜欢我，熊妹第二喜欢的是我，熊妹是我的，熊妹是一家的小粉丝，熊妹也是我的小粉丝，熊妹是我的小小粉丝。很忙，忙的不知道什么意思。熊妹真的很好笑哎！你怎么还会有她的照片呢？熊妹真的好荒唐了。熊妹真的还好吗？熊妹，其实我快要关播，你知道吗？我在三分钟，你神推，我知道啦。我知道一家是你神推了啦，我知道了啦，我知道你神推是一家啦，你只是有推我而已啦，我只是不是你神推而已啦，恭喜你，谢谢熊妹的恭喜，没错，这是蛮。啊，熊妹真的很有趣，熊妹不要那么有趣好吧？我知道你神推一家了啦，你只是有推我，不要不承认。好好笑，熊妹真的很闲哎，熊妹怎么会有人闲到来看直？不是，我是说成员的部分，来看成员直，成员看成员直播，大家懂吗？不是大家。是成人看成人直播，好不好？大家不要曲解我的意思，是成人看成人直播。熊妹怎么那么闲呢、啊？熊妹寒假作业做了吗？熊妹寒假作业做了吗？没有，我不是这个意思，大家真的不要误解我，我的意思是说成人看成人直播。粉丝闲闲会看，对，那是真的很闲吗？那代表是真的很闲吧？闲吧，真的很闲。对啊，熊妹那么闲的话，还要做做吗？好讨厌哦，最讨厌这种人。你都做完了，真的假的？真的假的？认真呢？哎，我真的吓到哎，我以为熊妹是会拖到最后一刻的。哎，你很棒，帮熊妹拍拍手。熊妹你很。你好酷，恭喜你，还有恭喜你，很棒，高中暑假寒假作业有啊，高中还是会有，不知道可以做什么，居然做完，你答答的吗？什么东西，只能写作业，哦，哇塞，你可以去追剧啊，我跟大家说我最近在追双层公寓清景泽的，大家可以去看《双城公寓》，真的很好看。不知道做什么，就是在写。对啊，
啦，熊妹好棒哦，熊妹好棒。好了，我要来，我要广播了，我要念。从第我先从第要从第几名开始念？给熊妹，熊妹觉得我就要从第几名开始念？熊妹，熊妹觉得我要从第几名开始念呢？给熊妹决定，谢谢马尔济的新春灯笼，谢谢马尔济。熊妹太棒了，你闹剧荒，我最近也闹剧荒。熊妹快说，交给你决定了，还是熊妹已经走了？可以看双层公，我是看了从第十号，我是看了东京最新的那一篇，跟最新的那篇我之前就看完了，所以我现在在看清景。金井哲的还蛮有趣的，那超级棒，他们真的吗？谢谢。收到这种回应真是太棒了，这是我的动力啊，大家。好，从第十开始念。给熊妹决定，我从第十开始念。第十是夏儿，谢谢夏儿。第九名是阿正，谢谢阿正。阿正这个名字真的是没有办法卷舌，你要说阿正的时候，你就会卡住，你知道吗？就只能阿正，就放阿正，就是会卡住。好，题外话，谢阿正。第八名是吉米周，谢谢吉米周。第七名是马尔济，谢马尔济。第六名是熊熊，谢谢熊熊。第五名是傅维，谢谢傅维。第四名是阿 K 啦，谢谢阿 K 啦。第三名是怀怀，谢谢怀怀。第二名是小猪，谢谢小猪。第一名是 Ring，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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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ng。今天也是很厉害呢，觉得大家也是很厉害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因为阿正也不好，阿正还好吧，阿正还可以啊，阿正。反正熊妹应该不会去阻止呐。哎，熊妹还送我礼物哎，谢谢熊妹。我就说熊妹有推我吧，熊妹有推我，算他神推一家，好吧，我没有要跟一家抢神推的位置，就是没关系。熊妹，我知道熊妹有推我，没关系，熊妹没关系，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有个施压的。没有啦，没有啦。看周周，可是他还没完结啊，他还没完结。谢谢熊妹，谢谢熊妹。熊妹怎么可爱啊？熊妹，熊妹可以首推，对啊，可以神推一家，首推瑞婷哦，有没有？蛮好的吧？真心觉得很棒，太好了，太好了。不会不会，新年快乐，大家新年快乐呀，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好啦，今天的直播，你是大题，我都要被熊妹笑死，我都要被熊妹笑死。好啦，熊妹，我下次去你那边送礼物给你，我好像也蛮多浪花的，意外的也蛮多浪花。好啦，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啦，然后。谢谢怀抱，谢谢红包，谢谢大家红包。然后今天直播这里啦，下礼拜直播呢，请看官方脸书公告，因为我排的时间没有固定，寒假嘛，就是比较多变一点，所以大家记得再看官方脸书公告。今天直播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小妹拜拜，小妹拜拜。